今日1月5號，奇緣教室每日策略的題目是跌不足一點，似乎是跌有限。跌不足一點，成交也縮至703億。這如同昨天所說，似乎是跌有限。目前應該是先手好倉，好倉穩就可以加倉。見後到 evening， 見293大手倉200張，估計只是散戶中的大戶。下周六的動態堂會有仔細分析。